各位亲爱的家人，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现在讲的这一系列的课程，所适用的范围，你们认为多大？有的讲全世界，有的讲全宇宙，这个课程可以推广到全宇宙吗？可以，可以是吧？好，那希望大家就把这些课程，我们好好深入学习啊，你本身受益，然后你就能够自然的，我们到哪里就是把道啊流露出来。所以你本身到哪里就是以身作则，自然的呈现，希望把宇宙的真理，把大道，就是宇宙的真理，生命实相，能够推广到全世界，进一步有信心推广到全宇宙。不过说真的，这些课程是没有种族的界限，没有国家的界限，没有宗教的界限，这些课程真的是宇宙都适用的。现在请大家一起来朗诵《道德经》六十六章：“江海楚下百川汇”，起。后知是以圣人
你们刚才练过的时候那个爱哈、哦，你们就很快的练过，那个语气神韵没有流露出来。这一章、哦、要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一些真理实相，人怎么做你才会真正有内涵，怎么做你才能够真正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而这一种思想的走向，这一种妙哲学，这一种人生观，跟一般世俗人用强化自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要去学到所谓的高等智慧，而这种高等智慧、高等的心灵呢，它不是越修越厉害，越学我慢越大，认为自己很行，高高在上，要人追随，要人崇拜，不是这样啊。他的心灵真正越高的话，他是越谦虚，越柔软，越懂得感恩。那他是在与世无争的情况，不为名利的情况，在平凡平死平淡之中为众生在服务，不会要好为人师，不会要争功争名争利，不会要炫耀我很行我很厉害，不会这样。当你想要炫耀我是什么我是什么，这个就像前面有一章讲到的自现自世都呈现出，那是因为你不了解真理实相，不了解生命实相。如果你了解，你真的体会到道的特征特性，你自然的流露出道的特征特性出来。这里所跟我们讲的就是让我们跳脱出过去习性用自我在思维在运作的那一种模式，而能够来到跟天地看齐学习，能够来到真正迈向高等心灵。这里一样啊，在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去道法自然，怎么样跟大自然学习。长江黄河大海他们都在以身作则告诉我们啊，你看这是长江水，为什么这些江水它能够这么的丰富，然后又这么的广大？因为它跟其他周遭的环境比起来都是处在怎么样相对位置比较低下的地方，也就是不是在那里争我很行我很厉害，不是这样，都是处在低下的位置。这里、啊、我们要好好去体会，当我们能够做到柔软处下，你的生命才会不断的积蓄酝酿更多的能量跟实力。你有实力有内涵，你有能力，自然你就有信心去服务众生，去回馈，去服务。人为什么会常常在那里自卑，或是要展现我慢？要知道，要展现我慢、傲慢，那都是因为内心空虚啊，对自己没自信，所以他要展现强势、厉害，要得到别人肯定。所以要知道，越想展现自己很行、很厉害，有傲慢之心，表示因为他内心空虚，没有真正的实力。你真正有实力，真才实学，你对自己很有信心，而且呢，你了解生命实相，你不会想要我要赢别人什么，而是把我们生命的能量实力呢用来服务众生啊。你看大自然都在启示我们，水它从高的地方往下流，所以处下的位置呢，它可以积蓄很多的能量资源。大家好好去体会啊，为什么它能够成为水库？因为周遭附近的河川河流那些水都流向这边。所以大家好好去体会啊，不要变成只是一般的观光客来看一看哦，这里风景啊还好啦，那看一看就这样回去的，而不知道大自然在启示我们什么。当你能够处下，你会积蓄很多的能量实力，你有能力有内涵，自然有信心，有信心
你自然不会要去跟别人争。你有信心有实力，你想到的就是我怎么样把我生命的成果能量能力来发挥出来利益众生，就这样。所以这一章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跟江海来看齐学习，不要一直想要出风头，要呈现我很行我很厉害，要学到柔软，学到处下。你能够这样的话，你看哦，长江大海因为它处下，所以酝酿无穷尽的能量，而这些能量呢，它就可以大大的发挥出来。当我们能够跟这些大自然来看起学习，你看呢，你就会做得出来。这个就是道法自然呢、啊。为了让大家把这个印象再加深一遍，请大家把这两章朗诵一遍。起，是以圣人欲上明，必以言下之；欲先明，必以身后之。有道的圣人，以大自然为师，体悟出打开心量，包容柔软处下的人生妙哲学。所以若想要教化百姓，言语行为都要虚心处下，若要引领百姓，必须学到处后，做垫脚石来成就大家。现在国际之间包括社会上都有很多在培训你，让你越来越厉害，什么企业成功术、人生成功术，各种术都是在让你越来越厉害。但是要知道，那些的成功不会是真正的成功，因为你一直用强化自我去展现出来的，你只是赢到表面，你会失去更多更多。所以是要学到真正的智慧，真正的柔软。因为当你在强化自我的时候，你的所作所为不会真正的积德。当你越在展现自我很行很厉害，你在无形中无意之中，你会伤害更多的善因善缘，更多的善因善缘会离你而去。希望大家重新来探讨思维，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真的有内涵有信心，怎么样才能够真正把生命意义活出来。道德经这里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跟大自然看齐学习，然后怎么样去练习去做到，不是用世俗的那一套强化自我去运作。这里就是再让大家看一下，我们真的要跟大自然来看齐学习。天地包括太阳呈现出来的都是在奉献付出，看起来好像是无为，但却是无不为。所以你不会感受到太阳给我们什么压力。一个人当他提到悟道，他在行道，就好像练习着跟太阳一样的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利益一切众生，但没有给众生压力。这个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虽然有一天你当领导，但是你不是用那一种强势在主导在掌控在主宰，给属下压力，不是这样，而是你会尊重每个生命。大家好好去体会，天地太阳呈现出来的就是这一种把生命意义发挥出来，尊重每个众生。你要从眼前的一切去体会道在告诉我们什么，大自然的真理实相，大自然的运转法则是怎么样。包括像太阳一样啊，每天就是发挥它的功能生命意义出来，与世无争，给这个世界就是正向的能量，给这个世界就是让这个世界五彩缤纷，让这个世界越来越美丽。
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个含义都很深啊。一般人你在强化自我的情况，你很难体会到不争啊，认为啊那个是消极啊，那是悲观啊，那是弱者啊。不是这样啊，你要来到不争，你必须要有真正的实力啊，对自己有信心啊，而且了解生命实相才会不争了。但是这个道理说起来很简单，但是它却很深啊，所以很多人都认为哦，天下人皆为我道大，是不孝，认为我讲的那个道哦太广大的啦，我讲的那个道理哦太深的啦，那个不切实际啦。一般人就会这样。十几年前一样有一些学员学我以前讲过的《道德经》啊，他们认为那个哦那个太高深的，那个不切实际的，那个我们做不到了。结果呢还是选择用自我去奋斗，用自我去在滚滚红尘里面去奋斗，我也只能够尊重。夫为大，故事不孝，若孝久以其细也夫。真的，大自然呈现出来都是高等的心灵，高等的智慧。如果你要真正活出生命的神圣，生命的意义，我们需要多向大自然来看起学习。这是美国波士顿有一个湖叫做华尔登湖，在麻州那边有个华尔登湖。华尔登湖畔曾经有一位有名的算是文豪哲学家在这边居住过，这一位是谁你们知道吗？对，梭罗。梭罗是美国十九世纪很有名的一位算是大哲学家大文豪，他的思想各方面都蛮领先的，蛮先进的。他就在这个华尔登湖畔那边来体会，他放下了滚滚红尘的名利。他以前读的也是哈佛大学的前身，也就是他读的那个学校后来就是成为哈佛大学。他放下世俗的名利，然后到这个湖边，然后在森林中去独处，房子也是自己盖。他在这边独处要做什么呢？他有写出一段，这一段的大意哈，我不是直接翻译他表面的，我是讲他的深意哈。他的意思就是希望在大自然里面去学习大自然要教导我们的他还没有学习到的那一部分，他希望能够好好用心灵去感受，去学习，去体会，希望能够真正找出宇宙的真理，生命的实相，生命的意义，不至于等到面临要死亡的时候才发现生命白走一趟，白过一生。这就是他敢去突破，放下世俗的名利，然后走入大自然里面实际去参悟。不要以为说这个很简单啊，大自然这个没什么啊，没什么啊。当他越是在森林里面体悟，哇，他有写出他的日记记录，也写出他的感想，结果呢流露出来的是那些纯净的心灵，高等的智慧，以及寄望人类应该怎么样来爱护生态，爱护大自然，尊重大自然。所以这是一位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位大文豪。像甘地也是一样啊，他们都是练习做到无争啊，而且真的去展现出来啊，与世无争。而你要做到这方面呢，要学到厌处超然，也就是对世俗的名利你能够看透穿透而超越，这就是厌处超然。没有消极，没有悲观，活出生命的意义神圣，与世无争。这时候你不与人争，你才能够真正做你生命的主人呢。好好体会这一句话哈，你不与人争，你才能够真正做生命的主人。绝对不是消极啊，绝对不是悲观啊。老子没有要说我要称霸，我要成为世界第一，
但是他呈现出来的那个生命实相，呈现出来的智慧，就是让后代子子孙孙敬佩他。第一不第一那个不重要，他就是活出生命的意义神圣。太阳也不会告诉你，你看我多重要，我是天下第一，不会的。他们呈现出来的就是为而不争，以其不争，所以天下莫能与之争。因为心中没有敌人，所以自然的他的生命呢，就能够成为无限的可能，可以处在最下最低的位置。但法界大自然的因缘会让你的生命，因为你各方面的能量逐渐的一直越来越丰富嘛，那你的生命呢，可以从最低下的水的位置，也可以气化成为气体气态，然后成为云，成为无限的可能。哪里有需要，就到哪里来跟众生服务，超越世间的名利，活出生命的神圣。继续来研习《道德经》67章，这一章一样要回馈给我们的，就是处世三宝：慈、俭、无争。都很简短，但是含义都很深，也很实际，也非常的实用。希望大家好好的深入去参悟，当你能够深入去参悟，你就会练习去做出来，练习去做，你就会觉得真的受用无穷。请大家一起来朗诵一遍，起。第67章，处世三宝，慈、俭、无争。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不能有，俭不能广，不敢为天下先，不能成器长。今舍
你看哦，光是这些经文还有白话解释，你一遍一遍的反复去朗诵去消化，你就会从中悟出人生的大道理。这些观念跟过去用强化自我的方向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要随波逐流，不要认为别人在什么潮流怎么样新潮，我们要看得清楚，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怎么走怎么做，才不会浪费我们的生命。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持，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大家好好去体会，如果我们真的能够慈悲善待一切众生，勤劳节俭，不敢为天下先，不要去跟别人争先恐后，你看你才能够脚踏实地的做自己。而且呢，因为我们慈悲善待一切众生，所以心中没有敌人，你到哪里不会跟任何人结恶缘，所以到哪里因缘都会越来越好，你越开心快乐，心中没有敌人，到哪里都是我们的家人，所以你到哪里都很安心很快乐啊。而且呢，因为我们本身勤劳节俭，你的所用民生必需品那都是绝对足够，因为你节俭所以很足够，不是说勒紧腰带然后装出我很满足，不是这样啊，而是自然的你感觉到一无所缺，食衣住行都够用，所以在节俭不奢侈不浪费情况之下，我们的民生必需品都足够的。全世界如果大家能够勤劳节俭，全世界一定大家都可以温饱，民生必需品都绝对足够，大家都可以过着小康的生活，安和乐利的生活。这几点呢，真的都是很实际很实用的，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如果你能够真正慈悲善待一切众生，你看呢，因为你心中无敌嘛，所以你到哪里呢，你都可以很有信心。那一种勇不是勇猛的勇，而是很有信心，到哪里你都是跟天下众生广结善缘。别人认为哦，那里可能有危险的境界，就像那个真古道，他进入非洲那些野生动物园区，你看呢、啊，他就是用那种慈悲大爱，只有这个信心，他没有拿任何的武器，没有任何的防备装备，就是用慈悲大爱进入不可知的世界，蛮荒的世界去探讨，把很多人类的错误的认知重新来校正，让人类重新来认识动物不是一般人所想的那么可怕，他用的就是慈悲大爱呀、啊！希望大家好好去体会啊、哦，那个都是很实际、很实用的。现在再回想一下，我们的祖先，包括我们的前一辈、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爷爷奶奶，他们是不是都是勤劳节俭？大家好好去体会。像这个是悯农诗，里面都是在告诉我们祖先的勤劳节俭。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大家要惜福感恩，不要浪费食物。记得哦，食物不要浪费，一定够用，一定够吃。包括这一首《游子吟》哈、哦，你看呢、哦，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这都是在告诉我们，我们父母亲他们都是勤劳节俭，我们民生的食衣住行所用的必需品都不会去污染环境，没有垃圾，没有去制造那些毒素。以前我们老祖宗他们示范出来的是这样的生活，都是过着勤劳节俭的生活，这些都是用自然的方式，所谓的土布料，土布
各种燃料也都是用自然的燃料，所以对生态环境没有什么伤害。人类真的要学到这种勤劳节俭，不要奢侈浪费。像我到江西乡下，看到那些乡下的百姓，他们都是那么的淳朴啊，而且都很容易相处啊，不用在那里什么勾心斗角防备什么，不用啊，他们都很实实在在。那所用的器具呢，都是很实用，而且不会浪费，就算用过之后回归大自然，也没有任何的污染。这个就是我们在追求工业科技经济，包括什么工业化工，很重要的一点，我们一定要考量到不要伤害生态环境，要尽量减少对生态环境的冲击，这样我们才会有美好的未来啊。这里是在告诉我们，老祖宗他们都是勤劳节俭又重视环保，这前面已经有跟大家讲过，现在只是再把一些重点让大家再回味一下哦，什么是勤劳节俭。这个是在山西那边这个老农民，他现在七十几岁了，一样跟老伴天天都是很快乐的用自然农法来种苹果。他们以前一样有经历过那些喷药喷杀草剂，后来觉得哇，那个对人体哦真的不好啊，出来的那个品质也不是很理想。后来他们学到了自然农法这方面的观念，因为也有接触到我们跟他们推荐的那些自然农法的资料，结果呢，他们接触了之后就练习的去推广，练习的去做啊，现在呢，越做越有信心。以前认为杂草很可恶，被灌输的观念要把草去除掉啊，后来他们体会到哇，杂草是珍宝，所以在果园里面你看呢，都留着草。他们体会到草可以保护生态环境，可以让土壤自动的肥沃，所以他们就越来越有信心，而且试验种出来之后那个品质都越来越好。那他们现在如果有必要要除草的时候呢，他们用这种没有污染的农具来做，而且那些草就算有必要除的时候呢，一样都回归当下的土地，让它成为肥沃的营养源。用简单朴素的农具工具，勤劳节俭，对生态环境尽量减少伤害，这是人类在发展科技工业经济的过程，我们要把握要掌握的一些重点核心。他们的苹果越来越好，他们也越种越有信心，然后也在推广，让更多人可以跟他们一样来用自然农法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耕种。这一位也是加入他们的联盟，开始用自然农法来耕种，他们也越来越有信心去对比哇，用自然农法来耕种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土壤越来越好，越来越肥沃，所以他现在呢也都逐渐的改过来了，跟我们分享他们用保护生态环境的方式来耕种。所以我们老祖宗哦，他们代代相传下来，他们都是跟大自然很和谐的相处，没有污染，没有破坏，这些就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看看当今的世界一直在倡导奢侈消耗形成浪费，而奢侈消耗浪费的过程，如果人类有责任心去把我们所制造的垃圾好好的消化，好好的处理，让它没有垃圾的话，那还好。问题是人类一直在鼓励，为了经济，为了追求利润，不断的刺激各种消耗消费，结果呢，制造非常庞大的垃圾，却没有好好的去妥善处理。这就是这里所讲的“金舍此且勇，舍俭且广，舍后且先”。如果人类没有觉醒，没有好好去保护生态环境的话，你看我们造成整个生态环境的浩劫，让那些动物植物逐渐的
从地球上消失的话，后面人类就会自己招来很多的后患了。所以这些就是老祖宗告诉我们，我们真的要懂得与万物和谐共存，要保护生态环境，因为生态环境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所以这些幻灯片也希望我们能够好好的去思维，去面对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改变什么，要调整什么。举个例子让大家可以参考，这是蛮不错的一个例子。但是请大家把这两页朗诵一遍，起。夫子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就之，以慈为之。推广慈悲大爱的风气，能让民心祥和，社会安定。要化解恐怖主义，化解国际冲突对立，最有效的上策，慈悲大爱。人若慈悲大爱，善待一切众生，广结善缘，有一天若有灾难发生，所种善因缘会回来救护他。前段期间刚好有人送给我这些资料，觉得这个资料蛮不错的哈。这是一位年轻的女博士，她是建筑师，而她的所作所为我觉得可以让我们大家来参考，值得跟大家推荐。她所呈现出来的有慈悲大爱，又勤劳节俭，倡导那种勤劳节俭，还有很重视环保，很重视环保。而最重要的是他的那一种心态，跟一般人为名为利而工作完全不一样。我们来分享。她是一位人也长得蛮漂亮的一位女博士，她在山区制造土房子，连续九年结果取得很好的成果，哇，让各方面的人蛮惊讶的。结果呢，被推荐获得联合国的大奖。这位建筑师，他是香港中文大学建筑系建筑学博士，光是亮出这样的一项履历，就足以在大城市立足，拿着高薪过上体面的日子。一般的建筑师大部分都在大城市里面发展，因为他们设计一些方案，要接方案都很多，然后设计一个方案都是几十万，更大的方案一两百万都是很正常的。开个建筑师的事务所，哇，那他都可以赚不少钱。但是这位呢，他想到的，他以前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因为被熏习的观念也是这样，被灌输的观念也是这样，所以他以前在大学的时代，他想的大概以后也就是这样嘛。谁知研究生的时候参加了农村建造的志愿者活动，哇，让他到农村去参观考察之后，然后怎么样来规划美丽的城乡，美丽的这个乡村，让他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现在有几张的相片，上面的文字请大家一起来朗诵，必要的地方我再跟大家补充。其原来建筑师不只能规划摩天大楼，还能在农村里造桥，改造破旧将新的危房。管理觉得这比留在大城市建高楼大厦更有价值，更有意义。每次看到你看一般人想到的就是，我好不容易读到了建筑学系的博士，一般大学毕业他就去赚钱了，研究所毕业就去赚钱了，他读到了博士不容易哈，
有他相当的专业知识，但是他想到的不是怎么样去赚钱，而是怎么样去做很有意义的事情。大家好好体会哦，那个生命的格局，考量的格局，他跟一般人想的就不一样。朗诵一遍。你看哦，他这样的爱心，然后又重视环保，很重要的就是他所用的理念，希望这些房子呢，以后就算坏掉，若干年后房子重建或拆迁一样都可以还原为耕地，不会对环境造成任何的危害。这个是蛮重要的理念，而且呢用的成本又很低，不是我们带着建筑团队来盖，而是发动村民大家一起来，我告诉你们重要的方法原则，大家一起来参与，每个人各自盖你们的家，而我做一些协助。你看呢，就是这样，我不是来赚你们的钱，来跟大家服务，我把我所学到的专业知识技术来回馈给大家。在他的引导之下，全村的人大家一起参与，结果很快，哇，整个村庄没多久，四个月左右，几十栋就盖起来了。他所造的这个土房子抗震，不是嘴巴说说啊，有送到昆明理工大学去做实验，结果呢，哇，让很多人震撼，那个土房子的抗震度竟然可以来到，这里是讲说九度地震，但事实上换算出来就是7.1级的地震的能量。
也就是七级的地震，这个土房子都还可以承受得了，不容易啊。而且呢，他把这样的技术呢，原原本本的传授给当地的村民，不是拿这些技术我要来赚你们的钱，不是这样啊，也不是说哦，你们没有钱我不帮你们，不是啊。结果呢，不到三四个月的时间，村里面的33处的民房全部都重建完毕。因为他这样低成本高抗震这种环保建筑，结果哎，获得了一些大奖，包括联合国都肯定他这样的一个奉献理念。所以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这个都不是他最初所要的名利啊，他就是凭着他的良心，用他的专业知识去服务乡下百姓。包括他发现这一对老夫妻在地震后他们的房子被震垮了，结果他们就住在这样的破旧的小棚子里面。你看，就是在旁边那个棚子啊，这是他们的家。一般人想到没钱怎么盖房子，而万丽这个女孩呢，她有慈悲心，她想我想设法给这一对老夫妻一个遮风避雨的港湾，结果她就发心来建造，带动大家一起来规划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温暖人心就够。她用她的智慧，用她的爱心，帮这一对没有钱的老夫妻把旧有的宅基地重建起来。结果呢，通透采光的屋顶，哇，这样的现代化的设计让这一对老夫妻真的很感动啊。这就是他把他的专业知识技术，这个就是有术又有道，到真正需要的地方来服务乡下百姓，这种精神就是值得我们学习呀。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传。